鸡多好不好吃？还不错。你那是几个饼啊？一个还是两个？一个。吃得饱吗？还有面。还有啊？还有面。嗯，吃了饼还吃面？对，厉害。这今天的第一顿餐。中午没吃吗？没有，在睡觉。睡觉。他们现在为什么连化妆都拍啊？不知道吧？你为啥连化妆都拍啊？不要拍。他问你，他说你变态。啊？变态就变吧。阿、啊、月，阿月杀青了，阿月杀青了，哇！恭喜阿月。谢了。一波，你化妆了吗？我不是一波。啊？哦，你是。我是染纹机替身，染纹机替身都长得如此精致，来透过这个柔光镜，能看到这个炒粉是如此的多油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吗？哎，你采访我干嘛？我是染纹机替身。染纹机不在，现在先采访一下替身咯。你就先帮他回答两个问题吧，他应该提前跟你说过了。他跟我没有什么交流。你跟他不熟是吗？嗯。给你的炒粉一个特写哈，镜头里看起来真的不怎么好吃。肖老师，肖老师干什么？我操，你这是太变态了吧！我也是受人委托呀。不要窥屏啊，好吧？窥屏，你在看电视剧好不好？是。错错错，是我的错。啊，这个镜头敏感拉大。错错错，是我的错。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？抖音。